近来咧，家长咧越嚟越重视小朋友嘅安全，尤其喺头盔方面嘅。咁啊，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咧几款咧具备呢一个 MIPS 科技嘅头盔噶。咁 MIPS 咧全写就系 Multi Directional Impact Protection System， 其实一个瑞典科技嚟嘅。过往咧其实呢个 MIPS 咧就用喺呢个成人头盔嗰度噶。咁究竟呢一个有咩科技呢？其实佢就喺头盔里面咧，你大家去睇下，佢会有一层塑胶嘅薄膜。咁咧，佢就可以喺呢個頭盔同埋小朋友個頭仔中間咧，起咗一個緩衝嘅。佢嘅原理咧，其實就當個撞擊力撞落個頭盔嗰度嗰陣時咧，有個減震嘅作用，個頭盔會少少嘅上下左右嘅移動咧，而令到嗰個撞擊力減低。咁啊，有效嘅咧，咁樣去減低呢一個小朋友嗰個受傷嘅機會嘅。嗱，今次咧我哋有首創地引入幾款有 MIPS 嘅兒童頭盔啦。呢一款咧就嚟自德國 Abus UI 嘅系列啦。咁佢有三隻色嘅。另外呢、這個嚟自美國 Giro 鏡系列啦。咁呢個叫 Race 啦。另外呢一、這個就係呢一個BMX 頭盔嚟嘅，都係 Giro 叫 Dame。咁佢裡面咧，其實都係一樣有呢兩面嘅薄膜噶。咁呢一隻咧就係黑色嘅，係啦。咁啊嚟緊咧，仲會出埋 side track 添。咁啊，想帶小朋友嚟呢一個 Jollyman 門市咧，就可以試到呢幾個 MIPS 嘅頭盔噶啦。咁啊，想了解多啲產品嘅資訊嘅話咧，記住留意住我哋呢一個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啦。